去迎接烈士回归吧，这个我想不应该带这个来啊。要讲贡献，要讲立功，要讲贡献，他们最大了。啊，我们也立了一些功，和他们比不能比，比不了。哎，这个他们贡献最大，他们为国家的贡献最大，他们献出了生命。嗯，我们就流了一点血，负点伤，但是我们活着回来了。他们把生命的全献给国家了，他们这个埋骨异国他乡，他们是对我们国家、对我们民族贡献最大的，他们是最大的功臣。所以我们立的这些功，和他们比，啊，根本没好比。所以我不应该带这些章去见他们，我们就是老老实实的啊，去欢迎他们啊，以最大的敬意去欢迎他们。这怎么穿不进去呢？这个脚肿了。我看上把脚抬下来，哎，你脚抬下来，姐姐，你脚抬一下，来，这脚肿了，要不不去了？嗯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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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，每天都肿，每天都肿。